天气预报。5月26号，星期六，今天是农历4月12。今天的天气如何呢？根据气象局预测，我国的天气预料会在黄昏的时候转晴啊，对，这个黄昏的时候会转晴的。那么气温会介于24度到26度之间，哇，蛮冷的啊。今天晚上可以考虑不用开空调了。好，明天星期天预料在下午较迟时分，就是午前呢有雷阵雨。明天礼拜天在午前有很多地区会下雷阵雨。明天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，而星期一和星期二预料呢都在午前呢会有雷阵雨的。